黑熊太强了，幸好我今天教大家怎么做一个爆米花机。先拉出爆米花，哎，等我再看一下有没有头上有没有什么。来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来，在地上放一个，放上这个，然后里面放上这个荧光球，差不多就像爆米花了。来，放过来，放一个这个，哎。哦，在这里，我还是放多一点爆米花吧，不然一下就没了。咦，有个大胆的想法，拿出扳手，然后，那个呢，拿多一点工具点，完。我放牙 ，OK， 可以了，能放进去 ，OK。OK， 这就是我们自动放爆米花机啦，它会自己弹出去哦，不用我们手动，它也会出来。好，希望半截好玩，你可以给我点个赞啦，什么不可以在下方留言哦，是不是很骚气？这个爆米花挺像的，就是感觉有点太小，它还自己爆出来的。好，最近大家可以去练小黑曲，拜拜。